结束了吗？嗯，谢谢大家，今天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在专心工作，就直接有的没的。哎呦，这太专心了。姐，等等，下午还有两件服装的 case， 明天还有三件杂志封面。出来一个哦。Thank you.
有要吃啥，阿爸给你买。都好。开这么胖的车，我看起来哦，敢那有少年二十岁呢。好久没有给你带了耶。